他们携梦而来。大家好，我是一名交通警察，快递小妹，北大的一名保安，带着赤子的骄傲，交警他也是警察，查获了刑事案件有20余起，以一名大学生的身份回归到了校园，与对明天的不依不饶，是海归，其实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，为梦想而努力奋斗的人永不言败，青年投身一场与家国有关的伟大理想吧。一站到底即将播出。